你看我入行那么久，你就知道我现在饮食方面要很克制。你还拿这个照片给我看，我就很难过。我就这是我们的青春呢，青春呢，是。好帅哦！谢谢你啊！以前有练过，我曾经也有拍过三级片，难怪失身，对，失身，难怪失身了。好，今天的行程这么舒服哦。对，我们前几天还要搭帐篷，您不是每天这样子的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种通道多发给我。好啊，对，欸，大哥，你真的不要明天到就是你自己出现，对啊，我很怕嘞，不会哈，我怕我要选不上啊，哎，没有办法的，我肯定你一定选不上，啊，我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，我不对不起，好不好？真的不要来了，爱继续讲，可以讲，没有，哎，我们都可以沾光。可以加光，可以起来。各位老师辛苦了，为了好好慰劳大家，现在我们即将前往台南看夕阳，享受放松的行程。自由下落，看夕阳啦！谢谢华健哥，谢谢华健哥，你一来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下班的时间都比较早一点，对，好舒服，看夕阳，看夕阳。跟年纪大的合作，对，他开始了吗？没有，没了吗？这样子突然停下来，很尴尬呢。是想笑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想要说什么？我们找他好了，找到了，就他看起来最菜。哦，有了，怎么了？是谁的电话？对，哥哥，什么道理？对，我自己哼好了，啦啦啦。你的手机是什么牌子？哎，前面我们带起来啊。这个怎么是正面的？有卡通的效果，卡通的效果有没有这样子？好抗拒啊！哎，我觉得很适合你啊！哥的马铃薯好可爱哦！哎，还真的要去挖马铃薯？这应该都刚收成完的，这个都剩下品相不好的。哎，我们就叫谁的出现了？哎呦，站起来！好，搬新的哦。滚石最新号，滚石最新的音乐实境节目《滚石最新号》，跟那岳米飞一起出去玩。还认识了好多有音乐才华的新朋友，不但有很多滚石的巨星，还有很多台湾的美景哦。让我们一起沉浸在最美的旋律中吧！全部记录在全新风貌的音乐实境秀《滚石摘星号》，请一起来支持每一集你最喜欢的音乐选手，一定要准时收看，每周六晚上8点 ，TVBS 42频道《滚石摘星号》。